旁边坐着谁？旁边就坐着50号同学啊。以前啊，我们班上有一个男同学是英语课代表，他每天呢就在黑板上面布置英语作业，但是他每次都会在最后面留一个英文字母 U， 我们大家都不懂是什么意思。直到毕业那一天，我们才全明白了。是什么意思啊？毕业那天，他跟他喜欢的女生告白，那个女生的名字叫林心悠。他们在一起了？表白完之后就在一起了。你们俩在干什么？